这样捏，对，就转个圈捏，把它捏成一个圆就 OK。哎呀，我要快点捏，不然哥那个词儿都还没说。没，我刚词儿都说完了，说完了，已经融入进去了。哦，哎呦，反正就捏起来就行了。然后你把这个地方捏得实一点，实一点。嗯。哎呀，现在已经不关心这个形状了，就是。没关系，它待会儿这个模具出来的形状会很好看。哦，是吗？模具，对，然后你找交给模具。其实我这个并不是一个花，应该没问题。那就。然后你把它。你现在起码是个冰皮包子吧？对，哎，很棒。行，然后这样放进去就好了。这个朝下哦，这个朝下。哎，对，然后稍微这样。我放不进去，人家轮你拍戏放了那么多桃花机，你看放不进去了，怎么放不进去？要不你俩换下模具，其实也可以。来，你可以待会儿再做一个嘛。是不是桃花的大一点？桃花大一点，心会稍微小一点。哦，是吗？然后再加上嘉伦可能太喜欢桃花机了，也不是，是这样的，因为月亮不是有盈缺嘛。嗯。现在嘉伦人生状态这么好，我觉得可能就是他的心意满满已经溢出来了。心意满满。对，所以嘉伦满满也要塞进去。我觉得可以再换一个。我觉得没问题啊。是要把整个都放进去吗？对，就像这样稍微压一下。哦，是放到那儿啊？对啊。那就来吧，没问题，可以的。咱们正面是 OK 的就 OK 啊。对，可以用点力。本来我以为我已经帮嘉伦吃了一半的阿胶糕了，已经完全没问题了，结果没想到还是大这么多。好，怪我没有提醒嘉伦。没有，怪我。没有。嘉伦会给我们一个满意的啊。这都是学费。可以。粉色的桃心好好看。可以。然后对，然后这样去压它一下，不用太使劲。这个案板。你只要把它压下去之后，你就把它提起来。提起来的时候，这样用手接一下它，它就出来了。对，就出来了。还要再不用使劲？不用使劲，然后提起来。对，现在拿起来就好。现在拿起来，然后这样。哦，这个是用手接着它。对，然后一只手去接着它。看怎么样啊？哈哈，真的是满意出来了！我的天哪，嘉伦，满满的心意就在桃花机。好看，我已经看到心形了。看到形状了是不是？对，可以。我是不是摁得太用力了？哎呦，不会啊！哎呦，正面给大家看。对，是新的，是新的。正面给大家看。嗯。哇，还可以。可以啊，这没问题啊。还可以。我跟你说，这时候没掌声我可尴尬了啊！天哪。